你遇到的第一个男人就是你的真命天子，相公。2169年，人类已经实现了永生，通过对情感反应的生理还原，戴上虚拟爱情头盔，启动微电流刺激程序，就能获得爱情高潮体验。我不要生理刺激，我要感情经历。 天雷系统可以满足你的愿望，但你必须放弃永生。我愿意，没有爱情，永生有什么意义啊？我放弃永生。你对爱情之旅有什么要求吗？我要我的真命天子，特别帅，专一，很强大，很多甜点，很多，可以有一点半，会百转，快意恩仇，回马利苏，结局猜不到，不要太老套。 你的自毁主题是春花秋月何时了？牵手、拥抱、亲吻。谨记第一眼法则：你见到的第一个男人就是你的真命天子。倒计时开始。什么意思？如果不喜欢真命天子，可以换吗？ 谨记第一眼法则，你见到的第一个男人就是你的真命天子。相公，放肆！还想冒犯少庄主？少庄主？那我不就是未来的庄主夫人了？哼！你吃了长生果，还杀了医圣。医圣是谁？长生果又是什么？ 你说我杀了人，我就杀了人啊？那我还说是你杀人交货给我的呢？就是他！告诉他们我不是凶手，跟我没关系啊。 我本是为父亲治病，来向医圣求长生果的，可没想到撞上了这桩惨案。姑娘知道些什么？如实相告就好。我跟你说，我是你未来的夫人。满口胡言！你到底是谁？